哎，你在逗我？哦，我卡了，我靠！喂，彩喂，色，哎，你怎么卡了？没有啊，没事了呀。哦，你们听彩色那边吵吗？我这边应该蛮吵的吧，在网吧里。听到咚咚咚咚这样的声音。这个风扇一直在响。哇，你那个网吧，70年代的网吧吧，而且还有我的回音，啊，还有回音啊！我的回音，我听到这边，我感觉跟彩色连麦这个设想不太现实。去 YY 怎么样YY 也行，我看一下 YY 会不会好一点吧。？YY 没问题啊，昨晚挺安静的。昨天是晚上，今天是白天。哦，对对对，试一下嘛，YY 有降噪功能，哦，好，行。关了。嗯。好，那现在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 UD 是10，然后那个。蓝色的 UD 是四哥，无法证，师徒之间也不能说师徒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之前他们有一个版本是这么说的，四哥教了嘉玲不少东西，但是他们以前都是一起探讨、一起练习，也没有说谁一定是谁的师傅。哎，你这小动物有喂，虫，喂？哎，有没有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我真想拆了你那个风扇。那就算了，你不早说要连麦，我就去隔壁网吧了，对吧？啊哈，你不早说，你怎么受得了的这个风扇？我开歌啊。有点像每隔0.7秒就放一次屁，不不不，这响声，我靠，受不了了。哈哈，算了，先断。哎，有人说你在什么破床啊？怎么这种声音的那个床？哈哎，哈哈哈。你还，你听懂了吗？我懂了，我关了，我呵呵，关了，太吵了，受不了，这床太菜了。这反幺零又用力取了，看来他这个地图感觉用力取的话比 DK 好打一点。彩色在网吧。还能做出这种事情，丧心病狂！哎，这里有问数，爽，这趟没白来了，还好捞到了一本书。哎，我才发现，这是什么样的建筑学啊？控血，Nova。不会让你来偷的，你看打到一百多血就不打了，就让这个野怪作为诱饵来消耗你 DK 的血量，然后身上还留着一发 Nova，哎，是个 nice，再控一下血，然后一发 C。其实刚才利奇可以在这一发 C 来到之前，用瞬间的魔法 Nova 把这个野怪给抢掉了。刚才10的思路是利用这个野怪作为诱饵，让 DK 靠近一点。然后用骷髅和果篮摸 DK，在一发 N 的范围之内把 DK 给秒了，或者把他回城给逼出来。不过我觉得 DK 的话，如果黑血应该是不会用回城的。彩色这盘好酱油啊，酱油好歹也有10多秒的一个出镜的时间，他连酱油都不如。他是我们直播间的调音师。幕后调音师，想喂，接不上了，用骷髅来开视野，DK 蹲在后面准备 C，想喂吗？这你想多了，
三个蜘蛛了，现在的话小狗就有点被动了。刚才 DK 是蹭了三个骷髅，现在有80点经验了，80点经验就相当于两条狗。彩色不知道他坐飞机去长沙，对，我昨天跟他聊过，他说他坐飞机去长沙。彩色还是屌啊，我靠，人家超级女生尚雯婕也就去了三个赛区，他去了多少个赛区了，我真是给他跪下了，来回一次要1000来块钱。长沙的话，飞龙哥，还有 YJ， 还有2964，还有谁啊？你们能不能想出一些还在长沙那边的高手吗？湖南那边的高手。彩色说，虽然我没出现，但我旅游了两天，这波不亏。2964应该会去参赛的吧？我跟你们说，这种参赛不是为了钱的。我靠，有那么一点过分啊！快跑快跑，这小狗摸两下是不是要死了？要交回城啦，沉得住气，死不了，沉不住气啦，这个少年。哎，我觉得刚才力曲应该是可以活下来的呀，应该是可以活下来的呀。又想围吗？这你想多了，我们 DK 还是一级啊，打两下然后小狗再卡一下位。力曲有鞋啊，关键是力曲有鞋子的呀，没鞋肯定死了，没鞋可以拼一拼，有鞋就算了，哦不对，有鞋可以拼一拼，没鞋就肯定要交回城了。啊，这么给面子吗？这有点亏啊，110这波有点亏，三本升了一半，这边三本快升好了。现在就是要看双方的英雄的魔法，四个多很多，勾出来那些是没用的，除非你魔法等级很高，不然他又会跑回去，跑回去的话就等于给你对手来练了。现在110有点亏，蜘蛛很少，而且等级没有拉开，这个经验他的科技比对手要高一点，快一点，等下力曲能更早的带球。哎，棺材来了，这棺材很关键。哎 ，DK， 力曲在干嘛？哇，吓尿了！哦，靠，刚好憋出来一发诺啊！真是突如其来啊，完全没有想到要想马力曲了。这波110很亏啊，快马呀马就。又想围，为什么是个老是想着围杀对手呢？这是作为围杀之王的一种条件反射。诶，抢到了，这个 DK 抢到了。一盘，我跟你说，四个的围杀之王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？因为他很多 UD， 他打对手他都不会刻意去围杀的，他都会调整阵型去做最大化的输出。四个是那种一看到对手就想围，围了半天就围不住，
然后就给人一种假象，哇，这个人好喜欢维莎啊。哎，把他给忘了。这个力气的话到三没有，没到三可以再练一个小绿点。哦，这个不是绿点，这是终点，可以再练一个终点。你不会想偷分矿吧？这个好喜欢维莎的，但他为了给自己增加一点特色，也是为了平衡一下双方之间的水平，他就经常会故意围不住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？先偷掉了，这个也要偷一下对方的一个分矿。这里有阴影跟着，然后你直接。捉过来，他不是捉过来，他是想练自己的分矿，然后刚好碰到了这个点，这个的话还是继续练吗？直接回城了，这个杀不死蜘蛛，马不停蹄的练，有个蜘蛛去侦查了。我跟你们说，UD 内战练级的节奏快到什么程度？你练一个点，你基本你把宝物抢了，你就要走，你走慢那么一步，对方就捉过来了。而且这个地图这么小，你还能怎么？你看四个也捉过来了呀，你怎么说？不过这里有个眼是真的，看着对手。这种小地图很容易捉练级啊，这又没什么。哇靠，怎么冰龙都来了？哎，这不雪崩啊！零攻零防，这妖精怎么玩？已经输了，蜘蛛没对手多，还拉狗，这狗拉的，这盘没有第一时间看到四个出冰龙是我的失误，沉默了一下 DK，想秒蜘蛛，妖精这盘还能打，还能打，还可以打，DK 没蓝了，蜘蛛赶紧拉跑。这里还要追吗？双方的 DK 都没魔法了，就看英雄了。卡位，哎呀，再卡一下，卡一下兄弟。都没魔法了，打得山穷水尽。四个也没有打算买三方英雄，我操，怎么又来一条冰龙？有没有蜘蛛救一下大哥？把他往下来，往后拉。然后再往前，往了毁灭，再往前了，哦，这细节，这细节我真是给他跪下了。不过也还好，死了个 DK，吃蜘蛛，能不能秒？没有第二次魔法了，赶紧棺材加起来，拿起来了，一起走掉了。这里还有个补给站接应呢。不过这一波有冰龙啊，对面有冰龙，你怎么打啊？那你往后拉棺材。吃了一口痰，很伤。蜘蛛有没有人网住这个？刚才点棺材箭射到这个蜘蛛了，所以这个蜘蛛还在10秒的减速时间之内。这个力曲的话，刚才也是吃了个血瓶，现在又给它憋出来发怒啊！这个力曲有点危险，不过还好没有生命，没有生命之忧。现在冰龙往下来，它的射程只有300，所以它打不到蜘蛛的。现在这个蜘蛛可以往后拉一下，还有这个。再往下来吗？这个毁灭看起来要死了，毕竟是没魔法啊。又往下拉，赶紧拉后。这个妖灵对冰龙的操克制啊，真是冰龙一往上，他就立刻往下来，然后躲在冰龙的射程范围之外。然后四哥在冰龙消失的一瞬间把冰龙给吃掉了，没有给对手送经验。双方的操作都好屌啊，这操作才是巅峰啊！买了小黑受不了了，我要买小黑了。我觉得可以出个小强。我觉得可以出小强啊，有冰龙，还在出吗？没有出了，没钱了，真的出到没钱了，把冰龙给卖了，用了一下发现效果不好，卖家我要退货，退货，但是不包邮的。
哎，怎么 DK 不在？你怎么敢这么来搞啊 ？DK 都在家了。哎，还不走？还不走？你在想什么呢？吃吃，没吃。DK 终于来了，想起来了，我还有这么一个东西。现在110是40的人口，吃的是50人口，那现在肯定还是吃个优不优势的话，看英雄等级31331，那边是2432，那我觉得英雄等级的优势可以弥补，稍微弥补一下这个兵力的差距，因为你小黑每打死个蜘蛛，他会有个小骷髅战士的，这个小骷髅战士也相当于一人口的。两人口哦，不对，一人口，对，一个一级的小怪，一级小怪，然后毁灭飘起来，想打一波，哎，没网吗？你的网，哎呀，这发 C 空啊，往下来，但是，哦，不对，我刚才没事，互杀毁灭，又死了个蜘蛛四哥，这110队部队拉扯也是很到位，又在秒毁灭啦，然后想打胖子。看一下英雄的魔法力全还有两方诺瓦，然后四哥这边没有诺瓦了，爆发力就此拉开，然后看一下 DK 的 C， 这边 DK 没 C， 这边还有个大血瓶，这样打着打着的话，现在胖子还是挺牛逼的，又吃掉了，吃掉这个胖子又有诺瓦，想秒谁秒 DK 吗 ？DK 我赶紧往后拉 ，DK 有个无敌的无敌，在关键时刻应该要给别的英雄，这个 DK 有危险，不过有个大血瓶，小黑，哎呀没蓝了这个 DK。声东击西啊，有点 DK 的大血瓶不慌，吃起来大血瓶拉走了一个长腿蜘蛛，双方都在拉兵，一曲又弄完了一下，双方都死了个蜘蛛，那么这波打完39人口的四哥，还37人口的110，但四哥现在是有钱的，可以顺便爆到50人口，双方因为节奏带太紧凑了，所以都没有时间来升攻防，现在低攻零防，这边两攻一防，哎，110的攻防是升的挺快的，他在转女妖了，现在花110不能虚啊，一虚的话等四个的风矿开起来他就不好打了，现在110的蜘蛛是有优势的，趁着对方的力取还没有把魔法回上来的时候可以选择打一波，这个风矿开起来的，但是他那个尸身是不敢走过去的，你走过去就等于被对方给打死，哦，这都行，有点浪费了，一个诺瓦杀一个农民。等下女妖来了，那么110就好打了。现在四哥家里面是没女妖的，只能等下四哥只能靠毁灭一波来爆发打爆发，但他打爆发的话，他力取的等级不算高，现在 DK 的等级都是浮云了。DK 还是有用的，救胖子和救这个毁灭，但主要还是看力取的等级，力取等级高了之后，你可以在更高的血线去秒杀对手的单位，这阴影都跟了一辈子了，看一下力取的魔法 261， 又来杀农民了，这分矿是个累赘啊，所以说110一直来这边缠着对手来打是对的，想打了沉默，沉默的话我觉得不应该一来给，应该等毁灭去掉骷髅之后再给沉默，哎呀110的兵死的有点多，还有三个蜘蛛，女妖来了，女妖没魔法了，没魔法的女妖不管，DK 有无敌，还带了个蓝瓶，蓝瓶还是很关键的，力取顶起了无敌，怕被秒，所以也没有等 DK 再发 C， 刚才 DK 走这么外面就是怕被沉默，力取又发 C 顶起来，现在双方的 DK 都有魔法，但是有点扛不住了，有没有落啊，没魔法 C 上了，这个蜘蛛赶紧往后拉，现在场面上110的部队是占了优势的，但是又死了个蜘蛛，啊，小黑又极限加起来了，这个 DK 还发现四哥打不过了，打出 GG， 110的部队太多了，我觉得这个分矿是个败笔，分矿的话没有踩起来，反而导致自己的一个部队没有跟上，那我觉得刚才这波的话主要是因为
10的他的英雄的魔法更加充足一点，他有 DQ 个蓝屏，而且他力取的话等级高，因为他力取的话4级有2级的吃骷髅，然后对方4个的力取只有3级，只有1级的吃骷髅，那么双方的魔法一旦拉开的话，那么整个爆发力就不同。